家好，我是疫情传媒花小晴，直播小视频，更多资讯关注我们公众号及官方网站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疫情传媒。不是，有什么用啊？什么东西？我是疫情传媒的花小晴。然后呢？欢迎关注，或者是加入，或者是期待。糖哦，瞄一眼就行，你可说个大概就可以。南宁疫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南宁疫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视频娱乐文化艺术，哎，算了，这个东西不用我读了，我就叫什么，然后给他们读，给一个专业主持人读就好了。对，你就跟大概说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小晴。嗯。然后就说，接着就说什么更多资讯，请关注什么什么都 OK 了。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小晴。去哪了？还不行，我觉得每次录这个就超级不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疫情传媒的花小晴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跟关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小晴。还行不行？啊？不行，导演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小晴。更多不是。我应该说花疫情传媒，好，重新来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小晴。不对，我到底是谁？不行，我再来。你关掉。我没开。你开了。你开了。开了。它又没亮。哦，没亮就没亮，好吧，那开始了。我再念一遍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疫情传媒的花小晴。更多娱乐资讯、直播、小视频，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及官方网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疫情传媒的花小晴。更多娱乐资讯，请关注。